什么？有几个问题想问你，怎么样？好了，好了，好了。请说出你身上最满意的单品是什么？哦，我很喜欢那个闪闪的帽子啊。我还有很喜欢那个 Demo Flash 的整个设计跟颜色的搭配。I'm a fan。OK， 都形容一下你平常自己的日常的穿搭风格。我的穿搭风格其实就是简简单单、干干净净，然后有一点有一个 point， 一个 magic point 就好了。衣柜里什么类型的单品比较多呀？全都是干干净净的。好，那你呢？我，你形容一下你今天的穿着。我就是很正常的穿着，我觉得。我觉得很干净啊。真的吗？是着 GQ， What's up？ 我是王嘉尔 Jackson， 我很开心现在在巴黎，被我们家族邀请来看 Louis Vuitton show， yeah。现在2024 Louis Vuitton 男装秀刚刚结束，进入开始阶段了，好多人啊！Hello Jackson， 看完这场秀的感觉如何？啊？看完这场秀的感觉如何？哦，我很喜欢那个 Demo Flash， 我觉得整体来说，我个人感觉是 it's taste， 是品味，而且它不只是它的 design， 它整体是什么音乐编排跟整个感觉氛围，是我的菜。有没有什么一个最吸引的单品？哦，不同颜色的那个 Demo Flash 全都是我很想买。看到那个大的各种颜色的 Speedy 的那种包包了吗？对对对对对，还有一个帽子是闪的那个 bling 的那个。哇，那个头饰太美了。GQ China 会买给我吗？ Thank you。可以可以，拜拜拜拜。